好了，目前这个背包，OK，目前这样子，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。好了，目前我觉得这个背包，目前这个背包，目前这个背包没有什么大问题。那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大家也可以去看看这个 Gusten Luga 神奇的瑞典品牌背包，Gusten Luga。OK，那好，目前这样子用下来，我觉得没有什么。目前这样用下来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。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去看看这个 Gusten Luga 神奇的背包品牌。好了，那目前我觉得，目前这样用下来，我觉得这个背包也没有什么。目前这样用下来也没有。目前我这样用下来，我觉得这个背包也没有什么大问题。那目前这样我用下来，我觉得这个背包也没有什么大问题。那如果有兴趣，你也可以去查查看这个叫做 Gusten Luga 的瑞典品牌啦。那我之后呢也会，就是我使用心得之类的，我也会把它放在我的 Instagram。如果有兴趣，也可以去 follow 一下。好，那这是我们今天的 Gusten Luga Splash 13寸的双肩后背包了。OK，那好了，那我这样子用下来，我觉得这个背包也没有什么大问题。那我们最后的是，OK，那我们，OK，那我们这样子用下来，OK，那我这样子我使用一次，OK，那我这样我就这样子，OK，那目前这样看下来，我觉得这个背包没有什么大问题。那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去看看这个叫做 Gusten Luga 的瑞典品牌啦。那我最。好了，那目前这样用下来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。目前这样用下来，我觉得这个背，目前这样用下来，我觉得这个背包没有什么大问题。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去看看这个 Gusten Luga 的瑞典品牌。那我使用心得，就是我完整的使用心得，我用了几个礼拜的使用心得，我也会放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跟大家做分享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当然也可以去追踪一下我的 Instagram 喽。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Gusten Luga Splash 13寸的 Black 跟 Grey 没错的双肩后背包。那当然，喜欢这个影片，按赞订阅频道，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。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开箱影片的 playlist，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。My name is Kaiwan, and I'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. Bye bye.